年全明星，然后相声《百寿图》，表演者敬贺兰、祝贺松。确实能力不低啊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刚才那一对儿，这谁呀？刘春山老师，哎，合作伙伴叫冯一凯，俩人，这是我们德云五队年龄最长的一位老先生了，年过半百了，就是五十多岁啊，年龄稍长一些啊，艺术能力呀、基本功啊也比较扎实，硬呱呱，哎，说的呀好多都是新节目新段子，是，刚才这个节目叫什么？趣说天津话，对。为什么人家去表演？为什么呀？天津人哦，哎，表演这个节目游刃有余，给您带来的也算些许欢乐。这场是把我们哥俩换上来再说一点，继续给您说相声，也不是说什么明星大腕，嗯，两个小演员。我的名字叫做靳贺兰啊，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，好像不用了啊。这场上这四个字啊，不要也罢。我搭档。好多朋友对他现在来说有意思，这两声听着就让我这么的难过，差不多了，真是的，提到他就哭着跟不要钱似的，到我就这么吝啬，你们听相声就看一半是吗？就是逗哏的这边这一点面子都不带给的。然后是斑马了是吗？行了，不要再睡了啊！虽然说您是
左右腿，没有后腿。但我说得怎么说？哦，说是怎么说？哎，不能传您的后腿啊，对吧？您都这么说，你没有说这个的，是吧？我得努力了，我不能扯了您的左右腿。没有那么聊天，是是是，就是不能拖累人。有没有那何谈拖累二字啊？您看，这是您大气，哎呦，您格局大，没有什么格局。您不觉得这叫事儿？嗯，这在我心里真难受。哎呦呵，真难受。嗯，知道的少，会的少啊，又不如您各个方面。无所谓，咱就是耗到四点半，咱们就成功了。李连杰看着我这就不高兴了，哎，说这个贺松啊，
喜欢美女的心啊，你不能把它磨灭掉。这个心情啊，真想抽死你。励志的故事，励志的，不是把李连杰的媳妇儿励志纹在身上啊？你背人家媳妇儿干嘛呢？励志，有梦想，有追求。我把我的梦想纹在了我的身上。老年间有个故事叫《岳母刺字》。哎呦，这个故事家喻户晓，旁人都了解。讲的是谁呀？谁呀？就是岳云鹏的母亲。说八道了，这有点胡说八道了，不是吗？这个历史故事你不了解无所谓。前些日子那么火的电影，你没看吗？我还真没看。对呀，那前几天那是热档的电影啊。是是是，确实挺热。是哪片啊？银河护卫队三。这个岳母刺字讲的是什么呀？谁呀？岳飞的母亲。在岳飞后面得了四个大字啊，精忠报国，非常的厉害。哎，这个是不错。朱老师就是喜欢这种状态哦，学习这种精神。我要真恶心！你闻人家，人家看见他了，小伙子，咱闻点什么呀？我那个，你瞅那个，在我后背，给我闻一个精忠报国。嘿，可以啊，小伙子，这个我第一次闻啊，嗯、别怕疼，听我梦想吧，小伙子，精忠报国，狼烟起，江山北望，人北望，草青黄，剑气如，就写错了。别乐会儿，精忠报国杠屠洪刚版。我太愚蠢了，文文满背，多好，喜欢这种感觉。但是过去人都得培养这种爱好，也挺好。琴棋书画诗酒花，这是七大爱好，这是培养自己的爱好。包括现在有好多人喜欢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养点小动物、小宠物。哎，对，生活是一种解闷的方法。对，年轻人也喜欢，年轻人养的就是比较简单，猫啊、狗啊，哎，都是这些。对，对吧？你要老年人呢，就是养个鸟啊，哎，养个鸡，嗯，对吧？有的那个过去农村家里养猪，对，养牛、养羊，啊，养什么都有。生活是一种解压，有的就是简单的畜牧业，嗯，有的就是一种陪伴。对，但是咱们来说，咱们对于动物的了解，知道的还是比较少。还是在于皮毛，别看你养它，但是真正了解它的不多。嗯，来简单举个例子，比如你家里养动物，养啊，比如养过什么？狗，养过狗。嗯，最简单的问你几个小问题，狗怎么叫？汪汪。这是个啥狗？这是个，能不能养狗？家里养的小狗可爱一点。汪汪。能不能再难一点？小狗这，啊，这是狗，哎，狗啊。比如你家里养有那个畜牧业，牛，哞哞，这女孩挺可爱。羊呢？咩咩。鸡呢？鸡就不对了，鸡应该这么叫，来呀。咱们聊的是动物，聊的都是动物，怎么还出来语言了？高级动物，跟你聊了，你不了解，你懂，你懂。是，我跟你说都是知识啊，对，都是知识。再问问你，蛇知道吗？蛇我知道。长虫。蛇知道，蛇我知道。问题来了啊，蛇是靠什么繁衍的？哎，知道知道。不了，你踩我脚了。这激动，这激动，靠什么呀？交配。哦，我以为是靠交配呢。但是问题不在这儿啊。蛇的一次交配时间是多长？多长时间？蛇的一次交配时间是17个小时。由此可见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许仙得多厉害！哎，行吗？咱就离不开这种人类了，这种妖孽。跟你聊点知识，你这个人不思进取，不劳而获。
研究出来就研究这个了啊。不仅这些，好多动物的一生生活的习性秉性咱得了解，咱聊点那个真正的动物行不行？不要聊那种特别高级的动物，聊得我是心猿意马，马年大吉，吉祥如意，意想不到。我想说的，咱这个普通动物也行，普通的动物，普通的动物，咱们了解到什么程度？什么程度啊？动物园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啊，咱们生活当中能接触最多的动物的情况下，就是动物园。动物园，到动物园里了解，看看各式各样的小动物，养什么样的。都是喂食物，而且一般情况下大伙儿不知道吃什么，就都是爱扔的都是面包，对吧？什么动物都扔面包，扔点饼干，你带点什么你就扔什么。对，这是一种非常不文明的行为。其实你不了解，只是你自认为他是。对，你爱吃面包，你就以为他爱吃面包。对，而且另外呢，动物园的动物没有野性。那是你在外边的。你要在里边你试试，里边的也得是特殊情况啊，每天都有饲养员。对呀，饲养员也不跟他零距离接触，中间也隔着一个栅栏，你不信你把胳膊伸进去你试试。但是那些已经驯化得很好了，他已经成为人类的朋友了。对，好多的没有这么凶猛，你是没见过那个厉害的。你要看见那野生的，野生的，野生的什么呀？什么都一样，人参。那就值老钱了。对呀，野生的，比如说 啊，你就出门看见那原始森林那种大自然的最原始状态，那些啊动物都是有危险性的。你要不了解，真的你很有可能你就葬身于此啊，就是那种特别未经开发的这种地儿。不，差不多啊，神农架那种感觉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比方说吧，你就出门玩去啊，啊，旅游呗，走着走着，走丢了，走进了一片大森林当中，有丢的不能再丢了，走进了一片大森林当中，对，我就进去了，突然间碰见狼了，哎，怎么办？跑啊，还能怎么办？还不跑，等吃完饭再走啊。这想法跑啊，这是人的本能。对，人的第一反应碰见危险的事情，第一想法就我得跑，我得远离这个地方。问题来了，什么问题？狼四条腿，你两条腿，你跑得过他？那肯定跑不过狼啊，他是狼啊，狼。那你知道你跑不过，你的比速度跑不过呀？对呀，怎么办？搏斗，跟他搏斗，打死他。你跟狼搏斗啊？你打得过狼？打得过我也不打，因为它是保护动物。啊！不是问题，你压根儿你就打不过狼。哎，狼是很凶猛，非常的厉害。对，嗯，怎么办？等死。他弄死我没事儿，我弄死他事儿大了。不是，现在咱抛开那个层面，咱不讲，咱不说了。就算它是保护动物，当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顾及不了这么多。真是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对吧？你想法啊，先跑，跑不过打，打不过等死，完了。人，咱是食物链的顶端，要吃掉它，吃掉它，那是最后一步。那第一步是。先得制服他哦，制服他。你不要在制服那俩字上咬这么重啊，不是穿着制服他就服了，那个没有用。你现在了解了啊，狼身上有狼骚味儿，哎，一只有味道的狼。一般这个狼围着你有3-5米的距离，你就能闻到这种气味。狼离我3-5米，我还没看见呢，我闻到呢。讨厌啊，讨厌！没在你眼巴前，在你身后，在我后边我都闻到了。你有3-5米距离，哎，在你身后，你就闻到这种气味了。
首先要记住一点，如果闻到以后千万不要动，不能动了，因为这个狼对于你来说它也是一种未知的东西，它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品种，它看见您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，哎，它也害怕，哎，这是不是人参啊？啊，其实我是枸杞，要不一大火啊，有可能是个腰子呢，啊，那个人当然走着，它也害怕，这个是理由，因为你只要一动，它就觉得你要攻击它，你有危险性。对，有道理。哎，敌不动，我不动，哎，我们俩都不动，就看谁能耗死谁。等上一会儿，他的伙伴就来了。狼群哇哦！他知道狼是群鸡啊。对呀，我别等了，我等什么呢？你碰见的就是一个落单的狼。哦，我是一个落单的人。对了，你俩都是落单的。哎，都是单身，一山不容人狼。啊，你们俩就结合一下，生出了狼人。我以为是金刚狼呢。不，等上一会儿，让自己先冷静。因为人呢，你越紧张越激动，你大脑是混乱的。哎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血稠了，就是犟了，这个人就硬上了，哎，就荤油一样。眼睛都这么刺儿了。这血就都上来了，血压也上来了，大脑也缺氧了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那么长。这个是要这种状态肯定是必死无疑的。对，要静下来，静下来。哎，等上大概有这么几秒钟，让自己放松，然后呢，猫摇，吓狼一跳。你觉得方法怎么样？这能吓到吗？怎么就不能呢？这能吓到吗？怎么不能？你别，你是狼啊，你是狼啊，我是人啊，在前面走走。完了。闻着了，哎呦，狼在我后边了，哎呦，这怎么办？哎，有点讨厌了，吓一跳，真吓一跳！你这反应这么慢吗？吓一跳！我都欧完了，你这等着一秒两秒还，哎呦，这吓不着我这个，还吓着了，还则罢了，吓不着，必死无疑，这肯定得死啊！你觉得这方法不行？不行啊！行吧，对呀、啊，这有的是法子了，对吧？你出门的时候，你肯定不能就是这么出去了，对呀、啊，你肯定得带东西呀、啊，嗯，咱就得带一些武器，哦，咱带着武器呢，多新鲜的！你瞧瞧，早说呀！但是武器你别想啊，不是说真正的武器啊，啊，你出门带着枪的带着刀的也不是，那不是，就是所有的东西这个时候都能充当武器。都有什么呀？看你带什么了啊？你出门肯定就是正常这些吃喝拉撒吃使用的这些东西的，是的，反正这些呗，嗯，对吧？你把武器带着盆儿，对吧？带着壶，嗯，带着伞，嗯，都有可能。这个时候伞可能就能当武器。伞还能当武器？可以呀！啊，明儿早上碰见狼了，这事不要慌张，冷静下来，慢慢的从包里把雨伞拿出来，都是那种长把雨伞，拿长把雨，告诉狼我是黄飞鸿，管用吗？这雨伞有什么用？告狼什么的？你看，哎，我是黄飞鸿，你看我幽默不？你告诉他你是黄飞鸿，不如告诉我就是朱墨松。就把雨伞拿出来，然后当武器。其实它是一把加特林。行了，不要再闹了，大文西啊！雨伞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慢慢的扭头，拿着雨伞对着那个狼打开，吓狼一跳。不是，你琢磨这么一个问题，你琢磨你扭身了，狼正瞅着你呢，你对着狼的时候是一个棍儿，对吧？突然他打开，远儿，那狼喊叫，哇，好恐怖！狼是怎么可能说这个呢？我不知道他说什么。你敢打开以后，那狼肯定你啪一打开，那狼肯定是撒。
你就碰狼，退退退。这吓不着这个。吓不着，吓不着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一般来说，你扭头，你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就让你扑过来了。已经过来了。他想着的也是先发制人啊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他就要吃你。千穿霸气，惊人胆呀！哎，对了，扑过来，张那个大嘴过来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不要慌张，不能慌张，别着急，拿着伞对他的嘴扑噜进去，啪打开，他就不是狼了，他是蜥蜴。这狼嘴就支棱开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你就赶紧跑，赶紧走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至少是个办法。确实是，这是必须得遇上这种落单的狼，这是狼群插不过来呀。好，我打地鼠来了，主不顾王的这个，你是卖伞的吗？出门还带这么多伞？就是一个狼，咱好好闹。要碰见狼群了，嗯，也没有办法，也没有事儿，也没有事儿啊。你就碰见狼群的话，你就听我的，嗯，也不要动，不能动。哎，你从包里啊，把香烟拿出来，干嘛呀？点上一根。为什么？死得有尊严。如果我真遇上狼群了，我跑不掉，我也不会抽这根烟，因为一点森林防火意识都没有。什么高手？就是说这种情况，还有这种情况会发生。对了，你要了解他的状态，哎，至少来说，你的危险系数会降低一点。确实是，但只不过，这还是看得见的危险。还有什么呀？你要看不见的危险。还有看不见的危险。对了，这是蛇。你瞎呀？蛇看不见，蛇身上有保护色。尤其蛇来说，它不可能在这大理石的地面上那么爬吧，草丛当中，对对对，用那个草挡着了，有在树干上盘着，树干的颜色都相似，哦，你有时注意不到，就比如说在绿色的草地中，它就变成了红色，对，哎，太明显了，哎，在这装小花呢，蛇还有保护色，尤其那种蛇最有毒。眼镜蛇，哎呦，很大，这个话，哎，眼镜王蛇毒性最强，是剧毒是吧？对，而且咱们就是容易碰见的，对对对，而且据科学家考证，怎么着啊？被眼镜蛇咬上一口啊，必死无疑，当场就死啊，毒性太烈，血，哎，对，几秒钟的事儿，啊，血液就循环过来了，碰见了镜头必死，跟你身体素质没有任何关系，立马脸就黑了，哇，这真危险。为什么说过去有那个吸毒这种的，就是这儿有这个毒眼儿，把那人家嘴巴你吸，对对对，还不能一个人吸，得大伙轮着吸，对，然后就死了。就是一个人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毒量，得大伙分担才行了。跟身体素质没关系，你说我这体格我稍微瘦弱一点，柔弱一些，对，这不行。哎，包括你，我这体格，你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碰见了也是必死无疑。我碰不见。是我的意思，就是碰见了必死无疑。我碰不见，碰见了必死无疑。我碰不见，我会让你碰见。你要是这么恨我，不如来把这撞柱子死的还快，反正买个蛇搁你被窝里去了。眼镜蛇，哎，有蛇有两种状态，第一呢就是行走，哦，行走，它随性就蠕动，哎，就是往前雇悠，哎，对。对，第二的攻击状态变成了攻击状态了，哎，就是直立起来，对对对，就这样了，对，蛇形雕手了，这样，嗯，然后是什么呢？吐信信脏，哎，可别点啊，一点砰就炸了，金蛇狂舞，还顶了一个。吐那个信的舌头，哦，舌头的，在蛇嘴里不能叫舌头了，叫做信脏，就是为了跟他的脑袋产生一种区别。你说这叫舌头，这叫呢舌头，说一下。
哎，你这个小脑袋，你现在装的都是什么东西？这叫信子了。信子。信子。哎，吐那舌头，而且频率特别的快，巨快，巨快，有了好多女孩子胆小一点，当时能吓晕。嗯。因为特别恐怖。对。都是这样，可以吐那信子。嗯。后来，后来，这吓我一跳啊！这是什么？吓得我都有点反胃，胃痉挛有点。不是为什么？咱就放慢频率了啊！还能快吗？太快，太快！这吓懵了，当时是吗？别！好灵活的心，别说吧你！别！你这你怎么对？怎么办呢？你扒了眼儿。哎。必死无疑。这个人你老那么急，消极。不管用，我蛇看不见呢。不是你，如果真发现了啊，碰见蛇了，也记住一点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。然后从包里把雨伞拿出来，拿着雨伞对准这眼镜蛇，啪就了一下。怎么着？把他眼镜拿掉。我去！你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，我也辛苦了啊！不行啊，再见啊，再也别见了啊！好了。
阵儿人比较少，我觉得可能宣传力度不够大，所以老板就搞活动。搞什么活动呢？送票。大概的主持人，哎，为了感谢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呢，我们特意搞了一个送票活动。没给呀。我们会随机抽取一名幸运观众，送出我们下周的演出门票一张。是哪位朋友这么的幸运呢？大哥眼泪都下来了。给大哥那票给送出去了。后来代演的那阵演什么俩人最怕演什么呀？搞对象，情侣搞对象的，搞对象来了以后他不坐前排，坐侧面，因为那个方位呢坐侧面感觉演员在舞台上照不到，而且呢侧面来说黑，他认为他做点什么呀演员看不见。有好多戏我们那阵演出的时候，好多搞对象压根儿就不会听相声来，就是搞对象在这歇一会儿腿，脸拉拉手啊，抱一抱啊，都这样。演员在我开始演出一看，哎，人家搂搂抱抱的，别看了，咱对那边说吧。啊啊啊说，你一不看他，他越发的过分，拉拉手啊，先摸手，后摸手，顺着胳膊往里走。演员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呢？不敢看，又想看。最后还演了什么？这演了四个人演过一回最有意思的，四个大哥谁跟谁还不认识，来剧场你坐一块儿吧还不行，谁跟谁都不挨着，来了剧场坐四个角，他给剧场翻了。这四个大哥可能按八卦怎么做，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还对应八门，休伤生度景死惊胎。我们当时怀疑有一大哥坐死门上，说什么都不乐。哎呀，前面两对演员演的还挺卖力气，那仨大哥乐挺开心。当时这边有一大哥，咱不是说这位置死门啊，就是好比当时那大哥那个位置，说什么都不乐。到我上台演出了，说俩包袱，那边乐一听好，就那大哥说什么不乐。我琢磨着什么呀？我节目没有互动，因为咱不太会，不擅长。为了大哥，咱试试。我的互动方式也比较简单，动一动我就看大哥看我，大哥乐。大哥特别对得起我，看着我哎反弹。那没招没招的，我说大哥呀，你说呀干嘛来的对吧，我花点钱的，爱听您买票来对吧，你要是不喜欢相声不爱听相声您就别花那么糟钱儿，对吧，干点什么不好啊。大哥说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。